个防晒美白的凝胶，让大家带回去。以这个商品来讲，对于所有爱美的女生，或者是其实现在防晒不是只有女生要做的事情，男生也要，因为太阳紫外线太大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光这个凝胶来讲，我们总共有1、2、3、4条，那再加上两个的这样子一个洗面乳，让大家一起带回去，这样一整组多少钱哦？其实这个凝胶你一打开来的时候，它跟以前的那个防晒乳是不一样的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闻一下，哎，好香哦！对，哎，这个好香哦！它有绿茶、柠檬、茶树的成分在里头。而且它这个很方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自己哦，我觉得每一次你用它防晒的话，就很担心说整张脸擦上去之后会不会下手太重，结果整张脸变得白白的那种感觉。你看这个 SPF 50，再加上 PA 加加加，同样等级，可是你看涂上来，怎么涂上来？完全。好，你看有没有？哎，而且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这样子一个商品。对于爱漂亮的女生，或者是你把我的交通工具拿去，你到底多少钱？我们来看一下进攻部。